小心点。我跟你说，要这样拍，这样拍才好看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误会？你要是再偷拍，我立马给你发网上去。到底是谁在偷拍谁呀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还挺有趣。你们好。是他。请做一下自我介绍。那个我叫珊珊，李珊珊。那个我大学毕业了，我专业能力过硬。这是珊珊，我和你爸给你定的未婚妻。我可能读错了。袁总等一下，袁总等一下，您总不能因为我不小心冤枉了您就这样对我吧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让开，挡着我坐电梯了。袁总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，能不能给我给我一个理由。我面试不上的话就得去相亲了。关我什么事？如果您愿意要我的话，我愿意为袁氏做牛做马。不可能。再见，未婚妻。你是我的。你的未婚夫。谁呀？你这大下午的就开始护肤了，看来你也不是很排斥这次相亲嘛。妈，你别胡说，我这是为了取悦我自己。行，那你快点啊。阿姨，我和大人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不行，语气还得再凶点。阿姨，我和大人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吓死我了。你等会进去就这样。阿姨，我和大烟呢都不想要孩子，以后也不会和公婆住在一起的。还有，我要打拼事业，是不可能当家庭主妇的哦。珊珊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还喜欢珊珊，花钱有多少花多少那种。亲家母啊，我们家不愧是我选中的儿媳妇，有个性。坦率又可爱，只要他们幸福，生不生小孩都不重要。亲家母，我很喜欢珊珊。哎呀，亲家母，我也很中意你们家大渊呢。你不是说你妈妈不喜欢这样的女生吗？现在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风光大办。